其实我们经常说既当爹又当妈，这是说说容易做做难，真的要去做是千难万难的。你相信吗？有人在场，有人在场，对，有人难受了12年，就算他人没在，他镜头后面的眼神还在。你是说他的妈妈？对，他如果知道有一期节目可以让他看到今天此时此刻思雨思琪现在的样子，你信不信他忍不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会偷偷看？他哪怕现在有了新的生活，身边有了新的人，他忍不住。思雨，你知道我刚才说现在很有可能谁在看你？是妈妈吗？你原谅他了？你可以不原谅，你的权利。你曾经想过吗？曾经想过。你们的爸爸在你们面前抱怨过你妈妈吗？没有，从来没有。他在离家出走的头几年里边，我曾经呢抱怨了很多，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呢，也会换位去想，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原谅他了，没有责备他的意思。我跟你说，他最惭愧的不是面对你，他真正最不敢面对的是思雨和思琪。无所谓原不原谅，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事情别人轻松了，自己也轻松。你们敢不敢对着镜头说一声？没关系，我们现在很好。没关系，我们现在很好。刚才思雨和思琪对着镜头说没关系，我们现在很好。我呢让她们姐妹说这句话，不是为了你轻松，我是让她们姐妹说完这句话，放下一段过往，让她们姐妹轻松。